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身边会有很多人陪；当我倒下去的时候，空中元首那个是谁？路灯昏暗，却比不了人人心的黑。我不想把自己的才华全部都浪费。这社会少了一些知识，真相都被掩盖，人心的价值被金钱给替代。我虽然没有钱，但我感觉从未失败。我是一个音乐人，音乐让我主宰。我也曾为了深爱的人放弃了一切，换来他的疲惫，我哭了一夜。他们都拿着红色钞票对我嘲笑，我不想被深爱的灰尘吞噬，我不要。大妈的。愤怒就像是龙咆哮，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